最好是不要去摸它。但是这个就是 会痛痛的。哦，你快点拿下来啦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是7:20。哦，是一个很好的天，我们准备来开始我们的一天的行程呗。那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就等一下可以去叫他去，叫他去就是一个国家公园。那其实那边有很多的步道，然后我就是挑了几个，就是还算蛮轻松，可是又有点挑战性。那等一下就是可以一起去。那其实那些步道就是都很具有代表性，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动物，跟他们 say hi。那我就先穿袜子，然后我们就 let's bounce。这次我们选的是算一个蛮轻松的步道。在1936年，有个俄国人来这，看到这片山谷非常适合养牛，但这个山谷又隐秘，又被大石头环绕，他就决定炸开一条路，好让牛们进去生活。有点想要挑战上去这一个攀岩上去看看，看有人已经刚刚从下来，还带着一个小 baby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去吧。如果他可以，我们也可以。你看这位爸爸真的很厉害。哎呦喂！哦，丢！哦，好吧，好。呀，啊 ，OK， 再来。哦，我们在上面了，可以。哇，上面的景观非常漂亮。这边的石头非常尖，那你在爬的时候可能就要小心。非常多的那个路径可以让你选，这样子哦，刚刚好看到了，哇，耶！
我们要过去，走吧。哦。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啊，可以的。Just kidding， 过不去了。往后退。我试试看哦。嗨，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紧，但是可以的。出来真的，其实心理的障碍是蛮多的，可是刚钻出来的那种快感，就很像从妈妈的那个子宫上蹦出来的那种感觉，很感动。刚刚那张真的很感动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景色。刚刚爬真的是爬到我的鞋子都坏了，啊！最好是不要去摸它，但是这个就是 会痛痛的。哦，你快点拿下来啊！怎么办？哎，哟，怎么办？你快点弄下来啊！怎么弄下来？就它好像会动哎。Wait seriously？ 啊？哦，哎。You know what I'm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?Oh no, did it get in your yeah. head? Yeah. 因为你看，它有的是左边，有的右边，你知道？没有，你一定要拿出来。我在想有没有来剪刀，你知道？很痛吗？看是 OK 了，因为它左右会刺着我。你不要再拿它了。你刚刚是整个摸着它吗 ？No, like. Yeah, dude. Somehow it just.Got onto me. 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你用 like 一个石头去弄看。不要，不是你的手了，是石头了，不是。你再不用，它会不会有毒进去啊？各位，我现在不太知道怎么办。Yeah. Okay, cool. 可以，你试试看。有人刚刚有 tweezer， 所以真的这个 Holy shit! Damn, dude! Shit, dude! Doc. Okay. Oh.